五号，他是要五号来喂，五号来接着上电话。五号啊？嗯。五号今天才几号啊？今天才26号哎。对呀。26号，你五号这一榜白的只做2榜，3天就做完了，你下下来，那不是来不及啊？催他过来。2号、3号挂进来了，那要不就把红布全部拉掉呢？要不打个温州电话。 电话打个温州问一下，没有信号。温州问一下，叫他布料先寄过来，样品先寄过来，布料先。不要太软。样品，哦，对的。太软了那个不保险，你跟上次那一车一样，这么软不行。